本会第十七届第六次定期大会做施政报告。在本会期，因为有各位议员陆续申请的督促和支持。管理所长分当日进行施政的报告，这是第十七届第六届定期会开议第二天，没想到才刚开始就进入了。对，那边哪里走了？我感觉回归事实，冷静讨论较好啦。啊，一个公家机关叫另外一个公家机关登报道歉，这是史无前例啦，这可能是马团队创举。哎，分局管政府环保署要求分局管政府道歉，不是唯一一届哦，是几多届啊？所以这就恐怖了，就无道理。对啊，就恐怖。哎，想到你常常要做甲安尼，无？因为官府引进多元的教育，才短短年外时间，就受到各界真大的争议。其中，教程是毋是要变成白天艺术学校的问题，搁互官僚所伫分情况协调时阵，依次受到攻击。对此，副议长林宏进表示，这绝对甲派系无关系。一个学校两个制度，我问你啦，是安怎家长袂烦恼？一间学校两种收费，要安怎公平？我问你要怎麼公平啊？到底教程各中是花展藝術學院要來做主導，也就是教程各中做主導。這一輪喔，分人官喔，敢若穿烏衫就對了，頂頭就對了，統計沒超過3萬人以上啦。多元化教育是不是适合婚姻观？关议员蔡同富指出，唔那是教程各种有问题，连华德福嘛同款。到底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？嘛，主人搞不清楚啊。以上者啦吼，希望县政府吼会当提供县长的说明或者县政府的态度，毋是婚姻官民应该知影，婚姻官的民意代表应该来甲你建议的，你敢有咧听建议？定期会第二天，侪侪官员针对教育环保等议题拢真踊跃发言。官长苏定芬在报告中嘛表示，官府团队一定会用上认真的态度来面对。记者真心采访报道。